就是上班的时候，他比你给我忙，我就得还钱嘛，还要站起来也行。我们厉害的很呢，你看，你要扶着，小心一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小心呢。哇，我们要这样弹呢，哈。对呀，人家要这样弹呢。哟，你还厉害了啊！你看，哇，还挺有调子的嘛。